你吃这么多啊？我难过，化悲愤为食欲。啊？悲愤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我哥，他们都说他会输，但我不相信。我支持你，你哥肯定能赢。够兄弟。你打赌灵吗？灵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你赌江皓月赢，我赌屈魏赢。啊？你赌屈魏赢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我解释了，万一不灵怎么办？啊，总之你相信我，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我一会儿去找你复习啊。没时间，你找更厉害的人吧。你这是弄哪一出啊？你平时不是最听你哥的？从小到大，我逢赌必输，所以这一次我赌屈魏赢，他大概率会输。哎，我只好自己先忍辱负重。你这招挺牛啊，但如果是赌注的话，总得有个条件吧？要不然不灵了怎么办？什么条件？那就比如说，输了的人答应赢的人一个要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不会是又在想什么奇怪的招数，想办法整我吧？怎么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。况且也有可能是你赢啊。那我还是希望你赢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哥稳赢。好兄弟。很想失去一个电子使最外层电子达到饱和，所以具有很强的还原性。李娜甲，怎么睡着了？具有很强的氧化性。尽力了，不过选物理的话肯定能赢，而且你今天还生病了。不能这么想，结果还没出来呢，不能放弃希望啊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